程教练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呢？ 我安排下时间，提前和你说。好，那再约。 别，不好意思，我手劲有点大。不过，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对我怎么样？你这一大早的就忘了昨晚发生什么事了？ 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回去了吗？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星星是谁啊？是啊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。那也不用喝这么多啊。 之前就是在这间房间里，无论我碰到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，都会在这一醉方休到天亮的。我。 哎呀，我昨天晚上喝太多了，我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你忘了就好啊。没什么，至少我更了解你了。啊！陆家恒，给我出来！完了完了，五哥。 你先去稳住他，我去洗把脸。于先生，你要不要起来说话？给我出来！你干嘛？龟儿子，你把我妹藏哪儿了？藏哪儿了？ 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可以解释的。解释你妹，我妹呢？你妹？啊啊！你们新加坡有这么骂人的吗？你敢骂我？不是，住手！这事跟他没关系。啊啊啊！是我自己非要来这睡的。
睡了，不，你个龟儿子，你这么小就睡了啊？啊，这个伤肯定是小小不从的时候，他打的。行，你行，看我今天不宰了你！住手！不是你小的孽呀，我跟他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啊，于笑笑，我担心你一晚上，也替他说话。我是你哥吗？我不管，过来。哎， 跟我说清楚，这就是个误会。误会什么？那我是傻子吗？啊，你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！放开他！还有谁？有什么事跟我说，别冲我弟弟。嘉恒，你脸怎么了？ 嘉恒，你脸怎么了？啊，嘉恒，嗯，嘉恒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既然那么久没见了，你找我干嘛？ 你是我弟弟，你觉得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能不担心你吗？我想你搞错了吧。你不是我姐，而且你担心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担心的一直是你，从小到大我们……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，在我眼里，你只是骆总。嘉恒，二位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你好，啊，你是嘉恒的姐姐吧？我叫余威，我是笑笑的哥哥。你看咱们这么有缘分，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没事吧？有完没完？是不是弄？有些话，我想单独跟你聊聊，也是妈妈想要跟你说的。 孩子大了不好管是吧？我是这儿的房东，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好不好？我呢，没事可以替你照顾他，替你管管他，好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哎，没事常联系啊，我叫余威，威风凛凛的威啊。有什么事你快点说吧，我还得回公司呢。那个女孩。 你喜欢他？谁？于笑笑。我喜不喜欢他，和你没有关系吧？我是想说，他不适合你。他适不适合我，也和你没有关系吧？可以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自己一声不响的跑到重庆，手机也联系不上。 你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吗？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吗？嘉恒，妈妈想让你回去，跟应欣一起回新加坡。我知道她想要什么，但是我有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你不要跟妈妈对着干，她是为了你好。 现在集团遇到了危机，我跟妈妈都需要你。谢了，但我不需要。还有，我跟我妈的事情，不需要一个外人来插手。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你就是一直不肯接受我呢？你自己应该很清楚，当初鼎盛集团的协议我是不同意的，而你呢？今天这局面。 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，你应该很满意，骆总。嘉恒，我说过，只要集团里面有你一天，我就不会回去的。只要你肯回来，我可以离开。但是现在，即使你不在，我也是不会回去的。家里的事情你真的不在意了吗？
你跟妈说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还有，离笑笑远一点。 嘉欣姐，既然他不领情，不如我们就回新加坡，彻底接管集团的业务吧。闭嘴，陆总，王泽。 聊一聊。这边，笑笑，虽然你这次为自己争了名，但是你的设计作品毕竟是在办公室丢的，你就不打算追究一下吗？嗯，这个事情必须要查，肯定是有内鬼，不然我电脑里的东西。 怎么可能到了博瑞？有道理，但是你要怎么查呀？我感觉咱们公司的意思好像是不想追究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自己。嗯，你不是跟袁总关系好吗？咱俩得配合一下。我，嗯，好吧。想好以后去哪里了吗？ 有了这次的事情，我还能去哪里呢？你并不认识于笑笑，所以他的设计图是别人发给你的，对吧？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说什么还有什么用吗？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告诉我是谁发给你的，我可以跟戴总谈谈，让他开一份离职证明给你。 这对你的未来会好一些。当然，你也有权利选择拒绝。这个世界看似很大，其实很小。你要好好的想想你的后路了，陆总。我跟你坦白。 这个给你，一切你看完就明白了。袁总，哎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 我特意给你画的，喜欢吗？很可爱。我还在杯底写了。知道了。 每天能喝到你的咖啡，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公司不也有吗？都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因为是你给我的。对了，袁总，咱们公司的钥匙，我能配一把吗？为什么？ 因为我不想让公司同事每天早上都看见我端着咖啡，老是往你办公室跑。没想到你还这么细心。
好。谢谢严总，那我配完就给你拿回来。保安他们吃完饭就该回来了，再找下办公室的摄像头吧，找一下我走了以后的。好。好奇怪啊，怎么了，笑笑？那天晚上11点之后的监控文件全被删掉了啊？那段时间肯定有问题啊。没事，咱们再看一下大门口的那边，应该也能拍到办公区。再找找。找到了，我快进一下。好。等一下，往后退一点。哦。好听，就这。放大。这个人，这不是？再放大，是他。臭宝儿，咱不是说好了周六吃？好，好，好，周日，周日。哥哥听你的。李志杰先生，宝儿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哎，好。你谁啊？什么东西，神神秘秘的。眼熟吧？第一次见。有事吗您？邮箱里面的东西我都看过了。怎么才来？人早到了。人呢？哪儿呢？往街边去了。走。看清楚了吗？除了他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，就他一个，鬼鬼祟祟的。不过这里离包瑞很近，我觉得应该是见他们的人。上次查监控的时候，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。不过没有证据之前，千万不要乱说话。明白，咱看就知道了。走。哎，李志杰。我今天右眼皮一直在跳，感觉很不好。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？一直在做梦，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骆先生，笑笑，你看，你叫我来做什么？骆先生，我没有敌意的，竟然是他。我只是单纯的觉得，您能查到那个邮箱的注册地在国外，你很厉害。我很喜欢跟厉害的人交朋友。你跟我？不好意思，你不配。骆先生，您虽然在邮箱里看见了我的邮件，但您怎么证明邮件是我发的呢？所以，这个事情在我看来，我觉得就是诬告。只要是你做过的事情，总会被发现。你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证明吗？骆先生，我劝你做个聪明人。这件事情你不说我不提，我们这算不打不相识。以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合作，一起挣钱。什么意思？罗家恒，原来是你们串通在一起偷我的设计，
笑笑，你别误会。你不用解释，我不想听。是我太傻了，亏我还把你当朋友。笑笑，笑笑，你去哪儿？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嗯？玻璃心还想挣大钱？喂，他没有同意。笑笑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，我们是朋友，不是吗？你走吧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你刚才看到的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好，那你解释一下你和李志杰怎么会认识？我并不认识他呀，我是因为你。你在调查我被抄袭的事？嗯，而且我很确定这件事情跟李志杰有关系，但是证据还不足。怎么证据不足了？我的设计图都在里面，你看。这只能证明这个邮件是李志杰发给王泽的，但不能证明是他亲自发出来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邮箱的注册 ID 不是实名，而且是在国外注册的，他可以说是我们在诬告他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之前在公司的监控室里看到我离开公司后，他是最后一个从前台离开的。只不过能拍到我工位的那个监控摄像头素材被删除了。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找出更多确凿的证据。好吧，至少本姑娘相信你跟他们不是同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出现在那儿真的吓我一跳。这么说，你紧张我了？木瓜脸，你想得美。不行，你得补偿我。好吧，谁叫我们是山城啤酒知心朋友呢？不用，可以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时候觉得你很熟悉，而有的时候又很陌生。你要怎么补偿我？跟我走吧。嗯，去哪儿？先不告诉你。小气鬼，你就告诉我嘛。去哪儿？跟着我就可以了。你就告诉我嘛。耐心点。为什么不多跑几圈？马上就比赛，你约的比赛。不着急，你现在的问题不在技巧。那在什么？放空。放空？因为你现在杂念太多。好吧，有点道理。那你过几天陪我去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放空。我知道有个地方特别适合你跟我一起去。凭什么？凭你答应过我的。啊？师傅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哦，时间地点我会发你。走了。哎，走吧。Thank you.
这是因为海豚相爱的原因。海豚相爱？嗯，海豚这种动物吧，一生中只有一个伴侣，和伴侣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。这两只海豚是一对夫妻，他们嘴角在微笑是他们幸福的表情。原来两只海豚谈恋爱也都这么开心啊。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当然不是啊，唯一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你看他们多快乐。对了，你最近不是在为你的新设计寻找灵感吗？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一条鱼，这么快就忘记了？昨天电话里你跟我说的。啊，我这是贵人多忘事。我最近正在为经络主题的设计烦恼中，但总是找不到灵感。聚经络，万物生，生命的轮回，大海的神秘。你可以顺着这个方向去想，或许会有启发。生命的轮回，大海的神秘。我想到了，罗家恒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隐藏身份？太厉害了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的错，我练铅球的，手劲可能有点大。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你真的没事吗，家恒？嘉豪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份新的设计方案，配色方面我总觉得缺乏灵感。嗯，它的配色确实有点太写实了，缺乏意境。缺乏意境。戴总 ，Chris 的流程邮件需要您转发给组委会。哦，那我先下去了。行。下次告诉你，不愧是你，我又欠你一顿饭，走了。木瓜脸，我发你的这个鲸鱼四次重生、海天之恋的创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啊，很符合鲸落万物生的概念。那我就这么做了。加油。